Hello，大家新年好，我是秋子。现在呢，我在市场这边，然后准备去买一点菜。周医生呢，他去医院看一下病人，然后我们去丫头哥家，因为今年取消了所有的拜年，但是，丫头哥家我们必须要去啊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家，怎么能不去呢？然后再加上我们刚从医院，体检出来，检查出来没有任何问题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，我们只要戴一个口罩就可以了。然后进村的时候还要量一个体温。看现在街上，真是，跟往年不一样吧。平时这个时候街上是非常热闹的，但是现在几乎都没有什么人在走动。现在我要去市场买一些，鲜鱼，还有买一些菜回丫头哥家。我准备过去住几天吧。因为这个县城太冷清了，而且上面好冷，家里面挺暖和的，因为家里面可以烤那个柴火呀。到市场了，市场里面卖菜的还是挺少的，但是菜价没有涨，没有涨，还跟平时是一样的。现在去买一点活鱼，买一条鱼吧，然后买一点虾，没有虾了，没有基围虾了，然后只有鱼了。哎呀，多，买两条鲈鱼。只有大闸蟹，哇，它这边还有虾，基围虾，但死了好多啊！哎，那你给我上楼吧。活鱼，多十块啊。活鱼，110。这个虾挺好。我现在已经买好菜了，然后在这边等周医生过来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去丫头哥家了。街上好冷清哦，这里本来是想做那个庆典的什么晚会之类的，都取消了。新年快乐！嘿嘿嘿嘿，牧羊快点叫姑姑新年快乐！哇，你们四个都是黑的，我们等一下从那边上来啊，我们现在到寨子里面了，刚刚下车，我们走小路，走近路。走近路，没有，就大路上了。走近路，这边很近。带周医生抄小路，丫头哥他们已经在对面等我们了。这边的路不好走，但是近多了。走这里。哎呀，这个真是，确实不挺好。等我，哎呀。好开心呐、啊！哇！一起分享，还要什么气球啊？要分享哦。这东西，这么漂亮的电话棒。没有，谢谢姑姑啊。你们来，你们来，你们来。哎呀，谢谢。帮你去哎。开始了，杨导。厉害的，哇哇！你们，哇，精彩啦！会不会猜？这个是另外一个姑姑从香港买回来的哦。是你姐姐买的吧？看一下。好可爱呀、啊！好可爱呀、啊！乖可以猜吗？我们每个人尝一个吧。我喜欢吃白色的。那我要黑色的，我也要白色的。来，我来。这个白色是棉花糖。棉花糖啊，都是巧克力。
怎么会变成棉花糖呢？打开。哦哦。分，每个人都分一个，好不好？好吧，爸爸妈妈还有奶奶。我一闻到巧克力就会。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晕倒。一闻到巧克力就会打喷嚏。那你不是每天都在吃巧克力吗？好吗？妈妈，我给你。我要白色的。你又不要白色的了。妈妈，给你两个。谢谢宝贝。走，再找个。妈妈要巧克力，给奶奶一个。哎，怎么有两个？快快，哎，滚嘛！两个不是很好吗？你看，妈，那你运气太好了。你发现没有？我这里面是带花生的。鸭子弄了没有？嗯。哎呀，都酱油亮，都能吃哦。你那是大花。